胡适博士的遗像。从民国初年在康奈尔做学生时候时，他就为学术文化的进步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而奋斗，到民国八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人。民国二十九年，在驻美大使任内，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，并且发挥了一个政治家的抱负。 十年后，在哥伦比亚讲学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有35个博士学位的学者，在他一生中，一共得了36个博士学位。一位贤内助江东秀女士和一个和乐的家庭，对胡先生的治学为政都有帮助。 会期间，由韩国、法国的14000个反共义士齐集中山堂广场上，由全国各省的义士代表高举着各省的地图模型进入会场，向大会致敬，并且由他们的代表把一份效忠书呈给大会，由胡适博士代表大会接受。 接着，由主席团陪伴着蒋总统及夫人到达阳台，接受14000个反共义士的欢呼。大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选举总统、副总统。 胡适博士和其他代表一样，也投下最神圣的一票。民国47年4月8号下午5点20分。 胡适博士从美国返回台湾，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。到机场欢迎这位著名学者的各界人士有500多人。4月10号上午10点钟，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研究所考古馆。 举行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，并开第三次院士会议。会议中，李继所长把庆祝胡博士65岁论文一册呈现给胡博士。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时，蒋总统莅临训话，参加这个典礼的各院部会首长。 大学校长以及教育界人士共达300多人。民国47年12月17号，是胡适博士的68岁生日，也是国立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。 这天天气显得特别晴朗，胡博士早晨在书房里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校阅师门5年级，预备分赠给朋友。
刚吃完早饭，朋友们纷纷从台北赶来南港给他拜寿。屋子里面挤满了客人，房子外面也摆满了鲜花。在寿礼中，胡博士特别欣赏南港旧庄国民小学全体师生签名的寿评。胡适博士应中广公司记者之请向大陆广播，我们今天在自由中国纪念北大的60年，我们纪念什么呢？我们要纪念有3点。第一，我们追念北京大学的过去。第二，我们可以说哀悼北京大学的现在。第三，我们还要展望北京大学的将来。300多位客人中，有的是政府首长、民意代表，有的是他的老朋友，有的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。北大校友特别在这一天举办北京大学文献展览，庆祝60周年校庆和胡博士的生日。在展出的文献中，有蔡元培、蒋梦麟校长的信札和《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》，共有198万1000字。当天下午3点，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台北静心乐园举行校庆，并为胡博士祝寿，由黄建中担任主席。胡博士在会中曾致辞感谢北大校友说：“今天是北京大学60周年的纪念日，不是校庆，是纪念。我们心里爱护的北大，我们天天忘不了的北大，在这个9年里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完全变了颜色了，已经死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共有300多人。我们不忍给北大做校庆。
博士在民国五十年三月因为心脏病复发又进入台大医院，他的老友梅贻琦博士早在半年前就住进这个医院。胡博士在病中想念他的老友，特别用录音向梅博士讲话。半个月以后，胡博士康复出院。啊，你好吧，我那就在笑，我说我们两个人啊很像这个古诗十九首里面的那两句话，这个盈盈滴水间，漫漫不得雨。我说我们现在我也很想来看你啊，你我知道你也很想下地来看我，我想你现在还是多休息吧，我现在很好，医生都说我这个我那个那一天晚上那个情形啊，现在那个什么 heart failure 大概是可以说好了，他们说我现在胖了，气色也好了。我那天这个前天我正在做梦，我梦见了我跟你两个人都一块儿这个都出了这个医院去了。好吧，你还有一个讲个笑话给你。刚才那个袁一锦先生来看我，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这里这个护士小姐，他说 Dr. Hu 啊，这个 charming patient。 我们的护士小姐问我这个 charming patient 怎么讲，我说这话也翻成白话就是他是一个迷人的病人，我说你要当心一点。这护士小姐说我叫他别怕。2月24号，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，由胡博士主持。上午10点选举院士，下午举行酒会，海内外学人齐聚一堂。胡博士以欢乐的心情主持这个酒会。6:20，酒会刚宣布散会，他还带着笑容和客人谈话的时候，他的心脏病突然复发，不幸倒地以后就与世长辞了。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从台北传播出去，举世哀悼。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给外交部长沈昌焕先生的言电里，对这位思想家与爱国者有极高的赞美，说他具有勇气和智慧，领导世人为反抗压制人类精神者而奋斗，实在是本世纪不朽的伟人之一。蒋总统除了颁赐志得兼容匾额一方以外，还亲笔书写挽联悼念胡博士，挽词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，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。
三月一号上午八点起，胡博士的遗容安置在极乐厅，供各界人士瞻仰凭吊，一天之内就有50,000多人。蒋总统也于三月一号亲临吊唁这位伟大的学人。三月二号举行公祭，各机关团体参加公祭的有70多个单位，挽帐挽联1000多幅，与祭的人群都是红着眼眶，面色肃穆。1891年，12月17号，胡博士在上海出生。他在世整整70年中，是中国一大转变、大动荡的时代，是中国一个前进的时代，也是中国一个遭遇挫折的时代，是中国一个光明的时代，也是中国一个蒙着黑暗的时代。胡博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，凭着他的勇气和智慧，他的坚强的乐观主义，鼓舞人们信心的一个人。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里，他是一个最具有建设态度和远大见解的人。1917年，结束他在美国的7年留学生活，回到中国。他对祖国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倡白话文，靠他和朋友以及信徒的努力，白话文时代代替了使用了2000多年的文言，而成为几亿中国人通用的工具。这真是一个革命，而这个革命的种子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时代所培养出来的。胡博士不仅是一个文人，而是一个行动的人。1938年，在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艰危阶段里，他应国家的征召担任驻美大使。他以无限的智慧、竭尽忠诚，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4年。在国人失去了方向和信心的时候，胡博士又拿出超然的精神，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旗帜下团结。胡博士的终生梦想是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奠下基础，使中国可以在现代世界学术发展中担当一份责任。他生平最称赞的人物是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创办人康奈尔，和美国教育改革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创办人弗洛斯纳，以及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基尔曼。也就因为这3个人的好榜样，鼓励他在1958年，他66岁的时候，又从美国回到自由祖国，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。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。由于他对国家、民族和人类的贡献，胡博士的去世，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，泣不成声。3月2号下午1点，陈诚副总统率领治丧会全体委员公祭以后，就举行加祭。大殿时，由罗家伦、陈雪萍、杨亮公、毛子水4位先生覆盖北大校旗和国旗。下午2点，凌晨发引，移灵南港中央研究院。经过东化路、松山到南港的路上，人山人海，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旁向胡博士凌晨致敬。松山和南
南港的居民对于这位逝去的老邻居给予最大的敬意，纷纷摆设香案举行路祭。到达中央研究院，由代理院长李济举行迎灵式。然后灵柩就被停放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室内。51年10月15号上午10点，陈诚副总统协同全体治丧委员举行安葬典礼。政府首长、各界人士以及南港地方民众参加这个肃穆庄严的安葬仪式。在上午11点半，这位一代大师被安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前的半山上。52年2月24号是胡博士去世一周年的日子，上午10点在中央研究院太原培馆举行周年纪念，由王世杰院长主祭，毛子水教授和杨亮公教授分别讲述胡博士的生平，有300多人参加这个纪念会。纪念会以后，大家都排队等候参观胡博士的住所，也就是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候的住舍。书房、卧房、餐室和遗物都按照胡博士去世的时候的原来位置留给参观的人凭吊。将使我们永远怀念。许多人在参观纪念馆以后都到墓地献花致敬。中国公学在台全体师生献赠的铜像
由王云武先生主持揭幕典礼，在这一天有3000多人到墓地献花致敬。诚如毛子水教授在墓志铭的最后一段说，我们相信形和终要化灭，灵骨也会变异，但在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。